拍什么？哈？你在拍什么？还在拍什么？嗯，你好像跟平时不一样哎。啊？你怎么了？没有什么的，我刚回到家。为什么一回到家就这样子哎？啊？你跟平时不一样不？因为我电池出过头了。为什么电池？睡过头嘞？不知道啊，我一睡着，然后修电梯，很吵，我被叫起来的。为什么会睡过头啊？你很累哈？嗯？只是很累吗？嗯。嗯？为什么脸红红的嘞？喝一点酒啊！嗯？喝一点点酒。喝一点点酒啊？嗯。你很有酒的味道哦。喝了几杯？两杯啤酒跟你红酒。你红酒，米果。做不？嗯。你现在几点啊？一点。是不是有点迟？很迟啊！到家很迟、啊。本来没有这么迟的，本来是12点多到家的，不小心睡过头了啊，然后还要从。很远的地方搭电车，不是搭 taxi 回来。你喝醉了？没有，很清醒啊。嗯？没有。我刚刚去车站接你了。嗯。然后我一直等你啊，你没有出现啊。你呀、啊，在当街喝酒啊，常常这样睡过头。没有常常。然后去到休灯的地方不？没有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聊。嗯？很久没有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第为什么一开头嘞？刚刚啊？你前面要这样聊。然后第二次讲，前面要这样了。喝醉了哈。嗯。嗯。没有喝醉哈。啊，我们明天工作啊，乖乖，乖乖洗澡睡觉啊、哦。嗯。没有，没有喝这么多。你笑一下。惊讶。生气。寂寞。哭。哭。看不到眼泪，哭。
乖乖洗澡睡觉啊。好。好吗？好。你准备。走。走。预备备。Go。预备备。Go。站起来，准备。快点呀，明天工作。哎呀，我买的这个没有喝。走。你先吗？你继续。你先吗？来，快点。你先吗？拜拜。嗯？嗯？可以不要拍我的裸体吗？